冈山的神宗皇帝十五经典，接着经典朗向神宗皇帝的兄弟啊，鲁庆公鲁花王王爷罪名阿狗子，十年昨日到夜头做了一个梦，哭至半夜天，直到我现在双十娘回来哭了。那么娘的身体呢本身不大灵，所以现在罪名皇帝一喊皇帝阿哥想个办法，阿有啥使娘好开心。这神宗皇帝一听娘做个梦不开心，我有啥个办法呢？那么就经历了门门吩咐大人，真多阿有办法。诸辈人想后继一听是有的，啥个办法呢？派一名能识外道的大人啊，进鲁庆宫去到国堂前山相梦，只要想得好，他也一定会开心。这人中皇帝懂得啥个叫相梦，好听的叫相梦，实际上是去骗我娘。那么五个娘过他七岁那不能讲屁的屁一屁三名来的七军大赛，所以只能讲两梦啊。往地地里没好，那么双人气呢没人气，那么非要完了。后期啊你想出来的你去保一大吧，古人想要一听想我想出来的，我为了夫妻想杀十五个没好，但不过我为了大一个人一道去杀人开封府包拯，皇帝一看答应，买好，随你到两高头到鲁庆宫去相梦。所以现在两高头一步一步打我经历，包公虽然后头老让跟上来，但心里想不是迷的。为什么相梦一窍不通？但是今朝后去背一弄，我偷得起。那么包大人啊？既然你不懂，搿刚刚金殿浪向，你应该答皇帝讲清爽。皇帝啊，想问问我不懂的，阿有啥我就不气着，包公分讲，为啥不讲？你答后期的关系非常要好。金殿浪向，你后期喊我去，我假是外头来呢，不脱那个面子。葛末金殿浪不讲，现在我来金殿，我要讲清爽。俺老相爷，包大人，这相梦之道，我是一窍不通，故而这难请功，为人你去吧。夫妻，我来想要带你忙忙，你不好夫妻。皇帝金殿浪关照我来个，你夫妻欺君大罪，违抗王命。跟包公复位是样梦，后期上天要打你一道去，有道理呀。因为后来想要晓得各个人，他也是欢喜的。人才有个脾气，各个人欢喜的，你讲个闲话我也要听的；各个人不欢喜的，明明晓得那个闲话在对的，我就是非要听，因为人也不欢喜的嘛。那么各个人欢喜的，我努力打得起，还是喊你去相梦，不是？相梦于我。那么我讲的闲话，他也非得相信。那包大人只要和我一声爹，那么就会相信我的闲话子。包大人，你跟随与我一同西方内寝宫相梦与我，你只要去和爹好了。和爹，这我到今朝讲起来就得奖物了。我堂堂开封府尹，和爹个事情我从来不做。哎，韩老相爷，我保证谁不去了。光谁光好是哪好福气呢？个好天我福位，福位嘛我个人来呀。哪好福呢？定西到鲁庆宫，我来问他又做啥个梦？那么你听好，随便你讲啥个梦，我个我差不多的。你等到梦讲完，我总归哎呀，搿个梦好讲。你旁边来一声对呀，哦，我搭你讲搿个梦本人也只话做勿到，你来一声是的，对呀是的，你总归讲过啊。谁还记得？记得。对呀是的，谁跟他打招呼啊？谁可以的？好。
咁记住这个我跟你去一动心哇请两家的火金地到哪里上饺子饺子一路动身杀到怒庆功顶饺吃饺么打到哪里一个小他给一件最难哟我当时谁原来是两位老大人呢公公请问两位老大人今天你们到这儿有何贵干呢我们两人奉了肥水之名洗礼自己与国台七岁相盟与老通病好的两位大人你们稍等小桃给不住身的又进来都给他上楼地了一下且走国台千岁现有右班丞相韩琦韩老相爷开封府包拯包大人他们奉万岁的圣旨要来召见您国台恭请国台娘娘请多爹太飞飞家低低头这个因为爹太与索尼亚的做一个猛阔子不压体眼睛为重了我找你这个新人今早是一个都不见但是一听这个两高的我呼吸的根本更难吧娘里都两高的到里下来得得刚刚家家门吧记住是吃吸着进宫上帝是小桃给您要进委屋了两位大人国台娘娘宣召你们上殿吧两家的盲僧李香进来十道上路地龙想祭够他们两帮必受的后继上对他与那口这个又为对他与那一代盲东西还有叫年纪好像五十岁出头一点那么实际上对他与还有叫年纪呢三十九岁三十九岁之后他与啥宋朝呀杨仙奴杨德昭呀十八年前头立养个儿子落花王王爷那三十九岁给他十八年把了宋朝讲起来已经是二个字那么南毛龙既然五十岁十二个人呢心情不开心一个人啊喜乐不喜乐取决于很多原因每次要个人上呢心情开朗这个人心情开朗反正啥子提嘻嘻哈哈经常市场里白白的往往看到几年轻多长谁买不住明明不啥都是提啊一直不开心的就吸得你了另外一点还没重要就是一个人的身体好啊但人的生活习惯才有几那么这个因为对他以前对法师的杀光善良当作睡迪奥大理寺的他的上面是呢他是摩斯法拉智力士可现在光什么了武东是个保护士上帝你这个听众在写的一这个保护士他值得对发的那么那边哭啊哥哥们是领的哥哥们是等不欧入像一种摩斯了上那边是后有们是不大领你都要哭我对发的所以他哥们是他特个那个来就是那么那边哭我偷地方偷到没事的因为当时一旦给地人本嘛马个做模式了上面也是马个吃礼品了上面是不大喝有谁来摆了上海有非常人喊我去口我记得没听说哪是你叫卖散子了中国当时光罗一年嘛中国就是喜欢的了上海做十三个教头努力弄了想摆给我一个啥八大褂带我知道睡我弄不懂我是啥体啊哎你说弄头发没了要到里向来当侬弄一弄头发会得长出来的我说你都十三分弄好了别得那个请你说的我不弄得那个那么他与那个头发时候来杀光善良王都之宝的身龙像王都之宝八十卷一双耳啊眼睛送那黑以在舍得两个的那口后期带你忙忙的舍得又不开心了还来吧国台千岁我们两人奉了肥水之谊得了一次机与国台千岁相盟老人敲打无极相你做个啥个梦讲给我听听哎包公相的是记住来了我最近做啥个梦我的还要听听
他一听，哦，要喊我讲个梦拨你都听听。两位亲家，昨日夜头我做梦，梦头里向要吃饭子，汤圆吃饭个饱上肚了，不是汤圆不记得吃盒饭了还。小菜全部摆出来，其中一只菜汤圆最欢喜吃，上个小菜呢，一只豆个肉油。豆牛油么？那把得你手指又讲起来么？四指头了，哈？哦，汤圆吃搿个么子个？我有那边看牛油啊，厚实不一样。搿张牛油上么是做人工的呢？地基豆胎搭小胎，关在旁边得出来一粒像松子搿能，一只地基身上只有两粒，丢下来，欢迎古辈，上百岁人生分享下去。那么在三分五季又不能把了药里走一走，拎起来还有叫分量的是谁送还不来清还不来，上帝与老了能的关系的，他也是吃个人一张牛油，一人一口牛油没呼吸吃个呀，那么一双快拿起来也想吃牛油子了呀、就到这口几个到牛油旁边划他一块，这么牛油花特一块嘛，昨天的十字师傅三三才人光发当心三挖特的发不能够饿特的，难晓得饿子硬扎了海了，饿个朋友两张饿子大概一点三饿的一类，那么他又不开心，哎，我啥人啊，我皇帝都娘啊，哦，我吃个么子我把分吃人家谁当我饿特一块呀、要是俺们啥人吃个突然觉得牙齿有点酸痛，一摸，一张牙齿倒下来了。牛油分吃谁不油，牙齿还分下谁倒下来的，心口吊上来，搿双筷当带上一旁，要想摸着了啥人吃个？哎，叫他筷一旁，想啥口气到牛油动啥一动，仔细一望个滴灵滚油，叫啥一点点不缺他？咦？刚刚口臭脱个，心里觉得奇怪，倒下来牙齿个地方有点痒柔柔，实在手里一摸，倒下来只牙齿五不在，一摸沾了上头在，谁是这样一个无梦？噩梦，肯定是噩梦。这个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夜里想一日到夜三点上，夜里想半夜做的那个梦，搿一点我江永成最有体会。你的想一直想都在地洞里，都在地洞里，压力想马上做梦子，我马上车票中了500万。压力想做不着这样的梦，梦着过来马上去买车票，做不着这个梦马上去买车票，礼貌不宜快点要分中了过来。那个肯定是噩梦。妈呀讲他呀，你这个梦还扯得不干，根本不得搞。哦，而且刚刚已经规则，我今朝日来得奖物。我只能讲是的，对呀。所以的外国队那么少的，后来了妈妈，你哪样弄法吧？后来想想一听，哦，是不是就是隔单一个梦？郭太医说：“此蛇是凶是吉，对老人细细想来，我们来当来想想看啊。”来让上帝看字出云嘛。啊，看得出个，我想想是看不出个。其实你那动脑筋啊，就是这头子看一看，面孔上露出来惊喜之色。郭太医说：“我要恭喜了，此乃大大吉兆，这个是个好梦。十五，稍待包公忙忙，一年是对呀，是的，来一声。”啥对呀？听见包公那吼的。老乡要迈开心，他一听哈，哦，这个梦是个好梦啊！老亲家，此蛇吉在哪里？这个梦吓了老大。后来乡下一听，你问我吓了老大，郭太爷，那么怎你讲这个梦不吓了老大呢？好，有道理，到底有道理。一般我们正常的思路，哦。
佛喝了让啥地方，或者喝了让啥地方，是神了这国他的话来讲。但是你今朝呢，反其道而行之，你讲喝了诺达，你倒过来问佛喝了诺达，哦哟，我讲今朝我跑得来诺达和尚本事了，还个子，所以丁老子了让忙么，继续了让听。后来想想一听，哦，国太，你问我这个梦。喝了罗达，我们呢喝了罗达，那我现在讲不难听了。后来想要是在汤圆那口，国太谦说：“你这个梦啊，应该是好的。那么汤圆对我个梦不灵的呀。上天，我也不是不懂，两位亲家，你都听好。牙齿属于骨，牙齿属于骨头，牙肉属于肉，牙齿。”沾了牙肉了，那么牙齿倒来呢，是当牙肉分开来，一个叫啥呢？一个就叫骨肉分离。所以你总归一句老跟我做梦，做上牙齿倒来出眉头，那道理是哪个了？那么牙齿倒来是骨肉分离，肉有分吃应该是有的，肉有分吃就不有，两者联系了一道，一个就叫骨肉不能都有，因此这个梦错没对的。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他有这个，我讲的有道理。哎，你听你的话呢？肉有吃头一块，不能都有；牙齿倒来，骨肉分离。这个两句我讲起来叫骨肉分离，不能都有。包公一听嘛，啥子有道理哇？谁跟老子马上脱口是一声，这话讲得有理。后来想要带你那口，你那好啥人的？还你好我不的呀？你一个的也能吃好吧？他一听包公讲讲得有理，谁是这个梦四处没有的一个，这个人犯怕毛皮的。你讲到这个梦不灵嘛？大概是错没对的，那是完蛋完蛋哭着，旁边老乡要一梦，哎，那么包公觉得做啥，大江湖大错对象了，啥带走来了妈妈，不去啊不去啊，我来想要一口，我不来吧，骨头气水，不必悲伤，不必抵抗，我上天讲这个梦是好的呢，因为那谁都不个梦。肉有不有牙齿倒来，后头半个梦肉有也有在牙齿也粘了海子，中骨髓肉，所以整个一个梦联系起来后，一个叫骨肉三分离，后头有骨头才衰。那骨肉分离的日脚已经过去在，时间没有骨肉都有了。但包公那口哪种还来个三子哇？不来不来。这说法你可你就不能好不得啊，我马上讲啥都一的要都有的啊，这现在国他外国的来问人，根本他啥人都有呢，跟你就不能讲法家刚刚已经好不得好错的这样的，这以前哪呢包括我个对一不这当分听机来先要动的不肯好的了，还因为他与哭没拉哭你都还拉听，哎想要个我事物觉得有理，谁都不个梦不灵，后头不个梦也好在。时间要过了都有了，那么我倒要问问那口，我倒啥人都有。老想要一听，哦，你要晓得他啥人都有，是啊，与我过了都有在是长辈，还是平辈，还是小辈。我隐居的问我的吧，我这时候要的，你马上来问一问我，那么你叫我们哪回答？啥得走来了，妈妈，今朝你中国也不能过他被杀掉了的，我的嘞。老乡要一点点不紧张，每公小秘密不太清楚，要知晓过年都有是长辈，还是平辈，还是小辈，得老人细细想嘞，我来想啊，不太呀。你要晓得长辈、平辈还是小辈，我倒要问你一声：你梦头里倒来的牙齿啊，是门牙呢，还是半牙？哦，他一定跟这个牙齿啊有关系的，是才有关系的。
门呀，一不是半呀。那么老张呢，门呀半呀，中间的一口，包公要写出来夸的。上对后来了，毛毛娘听见，既不是当中，还不是边了，那了隔高头了，搿头面隔高头了，搿个就好隔山嘞，哪么那种没办法搿种啊。老乡要一听哦。不是门牙，亦不是破牙，乃是家家的一口好。国太呀，门牙代表那个长辈，破牙代表那个平辈，中间的一啥叫福命牙，福命牙代表那个小辈，大牙那个小辈是要来着。好，包公听到该的，带何其欧气对的，好有本事。那个啥样佩服你们？因为谁要让谁一交头，包公到后期到该到农村宫里向来碰头的娘娘，就刚刚不相信。然后刚不相的当中呢，的娘娘神经提到过，说的让七级自个个阿是女子，阿是侬。那边口口的平常你讲谁的一句闲话，后来了记了，记了各位今朝马上就达到这个梦了，小白，阿是女子阿是侬，当头小白了。好呀。后期啊，服，我服个的。他一听小辈，好，你就是讲长辈，我不相信。我爷娘侪过世了，你讲平辈，我还不相信。我有一个阿哥，一个阿嫂，但是我还晓得你都还过世的。小辈一个，儿子不收的。什么呢？儿子不是小辈的，一个小辈是指娘家老屋里的小辈。那么我娘家老屋里还有小辈，有一个两个，阿哥阿嫂最小有两个小囡，一个是我个阿是儿子，一个是我个阿是囡。小囡的辈数再多，就算小囡望尽精神力来当我帮头，这个可能性再多。所以你不要看啊。他与眼里是万分看顾，面孔上微微间的笑容，到院子底那孩子。哦，小辈们最好沐浴。哎呀，小辈们两个得了呀，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还是男的来，还是女的来，还是两个一道来，与新娘的门门亲上吧。谁知晓这小辈是男是？女，老乡要来听哦。小辈是男是女？不太呀，对老人细细想嘞。你要别说太夸张，没办法了，还个怎么呢？老乡要还有办法有，你个办法是要开些头子，实际上动脑筋。看一看，看不出力气身来，围绕他凳子里对三个秋子重新收的。国太呀，要晓得这个小辈是男还是女，我倒要问那啥，那梦头里倒来个伢子啊，是右面呢还是左面？包公听到该他已经听懂了，已经听懂。为啥要问玉米还是粥米？因为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叫“男粥女”。你讲是粥米倒下来个伢子，谁说的是男的？玉米倒下来个伢子，谁说的是女的？么，刚刚我不懂，没办法问的。现在改个老句了，我总是懂啥的个子。么，稍微懂啥的呢？这个功劳我还要立第一个。这包括外国队嘞。啊，国太千岁，唐朝呢？是那让周密的。周密嘛，我随时要打你讲呀。唐朝你周密掉下的牙齿嘛，来的这位小辈与你同居嘛，定是一个男的。后来想要带包公那口，你还会这样问我？我刚刚学得来的呀，我得来个。他一听，哦，这个小辈是男的。那么面孔上开花子，哟，风起若外，重男轻女，听见阿是儿子来开心。好，你白人讲我非得相信，黑面孔讲我相信，因为这个人从来犯黑色一泡。既然是男的嘛，最好沐浴。哎呀，想想娘讲阿是儿子个小囡，我当初离开屋里的辰光只有整整一点点，搿点年数下来肯定长得一丈一丈。
恨不得马上看见。哎呀，搿计划你叫何办头呢？不晓得，不晓得么难问啊。问啥人呢？本来么问后期，那么来保证东子么？我要问保证在。保证啊。嗯。姑娘都有大爷在多少十字之中？那么也是个人。我刚看到五叠呀，虽然看起来显得一点点那个江湖的不大好的。猛男讲法，他呀，我不懂的。哎呀，太对了。凤来，刚刚扣下来了，后期只要一龙江，你马上为他扣个。跟我一样来扣。为啥来扣？这个小姑娘唱小诗一样的呀。小诗一直不唱唱唱唱，到这个屁子忘记他的。那么男龙发呢，琵琶声一拿起来，胖啷通那个胖啷通，你要通个六七趟的了。跟我一样弄不懂，活累哇，卡水这里哇，卡。嗯，把头娘你卡到轻点了，发卡到重点，至少卡到重点，卡到重点嘛，脑子里想想出来多点。发现他卡子娘半夜天卡到了水晶里，熊熊红痛得了要死，脑子里像一片空白。这样看起来临时白不接了，总归不来个。那么该咋比就咋贴不了后来了吧？回过头来说，对后来了妈妈嘛，因为我龙江的啊，俺老乡哎。看你不来是的，皮球踢过来的，包公还会踢皮球啊？歪个呀！你中国古代到现在，不少人才会踢皮球的，功夫才不离都踢光着，所以中国足球队一直踢不进大理水那个了。搿现在看见你皮球踢过来，搿么我要追一追个，因为保证还是我努力拉得来的，郭太。你现在让我问，姑娘都有大概了几号日家理想？我要问那个啥，那梦头里看见个肉油啊，还有几张？他一听，我这个当肉油还有关系的，是才有关系的。想梦梦头里事体，才要问清爽的。一个，一张肉油，哦，一张肉油，大爷，姑娘都有在一月之中。啥个道理呢？因为肉油是有的，天上的热量还是有的，但是天上的热量一个号头只有一趟，因此一张肉油代表一月，差一点的。那么讲是一个号头办法上呢，老乡要又想讲两月，包括马上抢过来，至少不能再不得讲下去的。啥对后来了，妈妈你要生宝宝，该打什么下去的？再这样生下去了。也不得过堂逼得你在这样了，你知道了孩子啊，爸爸，我们俩抢过来。唐说一月不能得罪，那么是一年，要一年的啦，啥个道理呢？因为一年之中只有一个八月中秋，他对个，那么一年等得几个？假使一年办不着呢？十年，哦，十年等不及噻。他一没开心，准备封上两高头，叫做水那个些辰光，一个小汤给哈那个那个那个他奔到上的嘛，接到娘娘千岁后花园中那个妖怪又在打闹了。哈，你忽悠你想吃知道妖怪了黑的，这个味道了的。他与贵这个人趁大水来做妖怪，非要得吃着，趁得那个大水，所以他与个阿日你自己要得亲，得亲进奴亲宫，要行有的龙母，勾着相会。肚皮就说，请听我讲。